fear there's no one to save me. 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绍嘅系贝纳海嘅 Radio Mir 系列。型号是 PAM00754 Radio Mir 可以说是贝纳海里面元老级的系列，也都是一种夜光的物料。1936年，贝纳海为意大利皇家海军研制腕表，就以这种夜光物料而命名。这款表有浓厚的复古味，沿用了1930年代流行的枕形表壳，线形表耳，锥形表冠，亦采用三文治面款结构。夜光阿拉伯数字及小时标示，九点位置有小秒盘，机芯由两个发条盒合力输出三日动能，保持原貌的同时，能够符合现代腕表需求的实用规格。而密封的底盖为腕表带来100米的防水功能。我的介绍就来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下来分店参观选购。拜拜。